周伟真的个子娇小，但小小的身躯里面，我觉得他蕴藏着极大的能量。他写小说出手即不凡，起手就是长篇小说。陪他一段离开同方，红颜已老，沉默之道，屡屡为他赢得文学大奖。评论者说他写世间女子的爱恨嗔痴，表面冷清萧索，内里却有玉石俱焚的巨大欲力冲动。写得好的地方直追张爱玲。2008年以后，回到台南老家的苏伟珍似乎放轻松了，他教书写散文，租书店的女儿是他难得一见的散文集，是作家的一趟时光旅行，也是作家私藏的古都记忆。乍看租书店的女儿这个书名仿佛很像一本小说，但它不是，它是苏伟珍回顾他过往的岁月，真实人生的一本回忆之作。欢迎我的老朋友苏伟珍。伟珍，欢迎你。玉珍，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看那个租书店的女儿哈，我觉得好有亲切感，因为你讲到当年你的那个阅读的经验，对，在少女时期哈，我看到了我非常熟悉的一些作家的名字哈。那我想说这一段作为租书店的女儿的这一段的经验哈，我想在你日后在写作上面一定给了你一些很大的影响。对，所以她几乎成为我写作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的情调。那我自己就我是在台南出生的嘛，就说我在小学的时候上开学的第一天，我爸爸就开了一家那个租书店。那租书店里头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些名字没有讲出来啊，那是比较通俗文学的，是譬如说余启明， 对， 对，譬如说伊达等等啊。那我从小就受这些书的，也不能说是启蒙，至少我觉得他们陪我度过了我甚至童年还不只是青春时期的那个岁月啊。那后来租书店关了，我当然觉得很怅然，那可是这段时间是完全没有办法抹灭的啊。那我就站在一排那个书架的前面啊，然后看着我其实它也代表了我自己整个的那个阅读的一个过程。当小的时候是看比较通俗的文学，看武侠小说啊，其实我蛮心疼他们的。从某个角度上说起来啊，那这些作家们他们是个非主流，然后也比较不受到文坛的重视啊。那可是他们写人的那种情分是很重的，他们出手会比较重，而且在武侠的世界里头啊，那些江湖人士高来高去的，我觉得其实提供了我一个很重要看这个世界的一种这个角度啊。譬如说在通俗小说的那个部分，那种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人对情感的那种执着，那武侠那小说里头呢，在江湖里头的常常是一种背影哦，离开啊，所以我自己小说里头常常就会有那种离开的那样子的一种情怀啊。我不觉得，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是非主流，然后再加上他们写作的内容，那我自己还蛮感激的那段时间，而且念念不忘。所以其实给了你写作上面很大的一些，等于是像元素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很丰富了你很多的想象的。对，我真的觉得还蛮，就像我刚刚说的啊，我其实还蛮同情的，或者说蛮心疼他们的啊，就因为不是那么受到重视，而且人们说起来都是说他们是风俗小说，对对对。可是很奇怪，有一些重要的学者或者是很重要的作家，当他们去阅读这些书的时候，譬如说像台大的已经过世的历史学者沈刚博，他就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我也喜欢。对，譬如说像张爱玲，他很喜欢看通俗小说。对，人们津津乐道，觉得说这是一种美谈哦。那为什么那个像我们这样子的，就是说不没办法进入这样子一个那个大家的那个行列里头的，就不能就看这些武侠小说或者看这个通俗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很正经的事，好像不登大雅之堂那种感觉啊。其实不见得，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是
从小这样从通俗小说里面其实获得很大的乐趣。是啊，所以我好好对我好高兴，我其实我曾经作为他们当中一部分，而且租书店的女儿。对对对，我想很多朋友哈，就是我们周遭的一些写文章的朋友啊，到了我们像我们这种所谓的可不可以称为后中年期啊，就开始写了一些回忆的文章了哈。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哈，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东西元素勾引起他们对于过往的一些回忆哈。其实租书店的女儿我觉得是你的一个回忆之作哈，或者是伤逝之作。所谓的逝，我觉得是失去的事物还有人哈。就说你怎么会想到开始就是去回顾你的过去的人生？我其实有一句话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未来。那这句话听起来很不合时间的逻辑啊。那可是我在这本文集里头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终有一天会跟我们的未来撞到。那这个未来其实就是我们回忆当中的距离现在的过去，是，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时间上面的那种距离感。那所以在《租书店女儿》这本文集里头呢，我有一些大量的关于故人过去的事旧事的一些描摹啊。那对我来讲其实还蛮困难的，因为要面对这些我曾经喜欢过而且此存在的那些人啊， 对我来讲是另外一次经历我跟他们之间的酸甜苦辣。是，那而这些人有些都不在了，是，我好为这个世界惋惜，觉得他们失去这么好的一些身影啊，真的。那我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留下来。是，所以不管是一些曾经在台南行走过的我的一些友朋的写作的作家们，或者是一些我曾经对我非常好的长辈，那我很尊敬的一些小人物，那我觉得我把他们写下来，把他们放在他们该有的那个位置啊。对我来讲，对。在书里面，你曾经说过，好像说过一句话哈，就讲说我的一生几乎就在小东路上面啊。对对对，像你出生在小东路上，是那个8041院啊，之后你住在隐居山村，它也在小东路上面。如今4年前你回到成大教书，他也在小东路上，对，所以小东路对你来讲它是一个几乎是你人生的，至少我想目前都还是你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行式。对，那个想想看，这个还蛮荒谬的，就你感觉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事情啊，那人生已经走到了你说的这个后中年了。我常常讲说在我的前老年时期，对，我觉得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啊。那他开始我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奇幻的一个场景。是，我在成大一栋非常高的大楼，是我们的行政大楼，云平大楼7楼，站在那个地方上课，上着上着呢，我就往就那个视线就往右边一转，然后转到就看着，哎，那不是四总医院吗？然后就看着讲着，面对的是我现在学生，看见的是我以前的，对，以前的那个出生的所在。对，那从那医院出生的一个小孩小婴儿，怎么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来面对一群这个二十岁出头的这个学生啊，那真的觉得人世沧桑啊。后来我突然想到说，对啊，我在小东路的头，市总医院生的，然后隐居山村在小东路的这个尾巴，那然后我现在在小东路的中上段的成功大学教书啊，所以我就跟学生讲说，我的人生一条马路就说完了。对，一条马路就说完了。我觉得很妙，尤其是我想你写了3篇文章，题目都是小东路15号，那就是那个医院。啊，你在那里出生，然后你可能你的初恋，可能就是那种情愫吧，也是在那里产生，然后后来之后离开了，然后但是后来若干年后，多年之后你们又邂逅了，又但是又分开了，就但是回顾过去，其实我觉得你里面有一段文字写得非常的让人感动哈。以前的8041院旧址，你一路走光，像要去见识什么，碰见什么人，
斑驳墙面如记忆艺术品漆器剥落，废置倒放的窗框就这时间定格。站在这种种预言般的影像前，人们所追寻的影像来自潜意识，你唯有一个想法，人人都将在未来重返。其实很多朋友哈，在写回忆之作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一些不同的因素元素，譬如说光啊、影啊、气味啊，或者什么引起他们对于过往的一些回忆。但是我觉得你在你的书里面形容你的那个为什么去写对于过去的回忆的啊，有个非常好的形容，就是像是日本式的房子遭到火烧之后啊，它所残留下来的废墟，你要从那个里面去寻找你的过去，就怎么烧掉了呢？什么东西烧掉了呢？啊，然后 对，然后你很多东西你是必须要先去解构它，然后你才能再重建你的回忆哈。你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废墟里面去找回你过去的回忆？经历它，重新再走一次。那有些事情其实看见是蛮骇然的，是对这个词也许用的有点重啊。那我觉得非常好，想想看。过了几十年之后，你面对一个那个废墟，面对一个残骸，那想说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当然不仅仅是那栋房子，是它还包括你的生命啊。对，那很多人跟你一起这个度过的事，他们都不在了。那我们家在隐居山村83号，那隔壁84号住的是我姓查，我们就叫查妈妈查。那有一次我就带我妈妈开着车这样经过啊，我妈就突然说，哎，那就是查妈妈家耶，她已经搬离隐居山村了，那隐居山村拆掉了。那我开过去之后，我就突然想到，我现在要是再不回去看她，我又会有一个更骇然的那种情绪可能回来。那我那时候已经抓不到了，因为他们都已经上80岁了。是，那因此我就赶快掉回头，我说妈，我们去看查妈妈。我们就去了。我一坐下来，查妈说扁头，对，我叫扁头，对，就叫我的小名啊。那扁头就是他帮我取的啊，因为我头扁扁的，小时候呆呆的，那个不肯翻身了，所以头就变成扁扁的。他就给我取的扁头。你想想看，多好的，多亲近，看着你成长才能帮你取绰号啊。那他就开始讲他的事情。他的孙子、他的孙女、他的媳妇等等等讲，然后突然看着我说：“扁头，你都知道的。”哦，我那段眼泪都掉下来了。这当然还包含他曾经有几个儿子啊，说起来都非常吓人的。他有3个儿子，那在那个我们村上旁边那个山坡上玩，后来那个山崩了，孩子给压死了。那我就亲眼看见，在我小小年纪的时候，看他用双手这么样子的去把那个土挖开啊，那所以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我说，为什么他对他的孙子孙女，对于现在已经还在的人啊，这么的没有办法，这么的要照顾他们啊，他就说你都知道的。你的心难读时差，使你带着你自己的绿光晶体，反射现实和记忆。你一下子就明白了，任何真理般的人生经验最无用，记忆最难复制的部分是对他人的感知。照片库中，原初时间在地居住史业中，始终有人呼之欲出。真是恍如昨日啊！那这种他再再提醒了我，我曾经离开过。是。那当我再重新遇见这些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感激两个字，我觉得我好庆幸碰到过这些人这些事。对，是台南是你的故乡，嗯，可是你重新再回去的时候，你称它为后南都。对，甚至是，所以它是事实上跟你记忆中的台南或者南都老南都是不一样的。这么说啊，先从胃口开始说。Okay. 我们小时候没什么钱嘛啊，那通常我的同学很多都是他们就是本省级的台南人啊，那他们有家里面有产业的，那所以他们通常在外头吃东西。那你知道我们眷村出生的小孩很难得在外头吃东西啊，都带便当啊，这个，所以我从来没有机会建立我对台南，大家现在都知道台南是个美食之都，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胃口，所以我现在回去以后，我吃。
甜的，台南人喜欢吃甜的，然后汤汤水水的，我真的觉得很抱歉，就觉得我怎么我的肠胃怎么对台南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只有对隐居山村的记忆，没有对台南的记忆啊。那个然后这个我进入一些市区，或者到一些比较边缘的海边等等啊，那跟我们以前去的方式完全也不一样，它的地理位置也改变了。那可是在这里头，不瞒你说，我虽然有的时候会对那个地方有一种有过敏，因为它有一种新生的植物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啊，以前没有接受过的，我对花粉有时候常常会过敏啊。那但是我就依稀的可以在经过的那个路上，譬如说胜利路，那曾经是我好几年骑着脚踏车经过的一条马路，那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交融着我现在心的那种感觉啊，那产生那种很奇怪的朱二的那种形式主义里头那种所谓的陌生化的感觉啊，对，它既新又旧。对，然后我觉得我从不管从哪个时候，我都希望我永远对台南保持这种把那种熟悉而留的事物啊，根深蒂固的那种记忆，用一种全新全新的方式来感受它，而且我深深知道它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就是在那个地方，而且我对它是有感情的。记忆的玫瑰轴线上，半心半废墟，半未来半过去，你突然就懂了，府城南都以台南之名处理现在的从前，你将把过去发生的一切放进来。于是费里尼事后出版的纸本传记叫做《梦是唯一的现实》，半梦半现实。我觉得你爸爸真的是很疼你，里面讲了一句话，你小时候哭闹不休，他抱着你，他讲这个小孩子有时差，对啊，他水土不服，我觉得他会用有时差啊这个来形容，我觉得非常的有文学天分呢。他开租书店嘛，开租书店，他看书，他下围棋，那个对，我不知道是我爸爸跟我讲的，还是我自己那个主构出来这个，后来主构出来这个画面啊，是对，那个我一到黄昏就哭，那我爸爸就抱着我，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一直眼前就是一个画面，就是我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小婴儿，然后你知道那个眷村那种路灯是有个帽子型的啊，然后很多那个飞蛾或者是飞蚁就在旁边飞转啊，那我就有那样子的画面，我甚至不太知道是我爸爸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这个虚构出来的，嗯，但他就觉得我真的跟这个世界有时差，有时差，有时差。台南对于你来讲，它是个故乡，过去的故乡，可能现在也是你心灵的故乡哈，我可以这么说。然后其实在台南，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文艺界的朋友，其实也都到过台南哈，所以你也很温馨的写了一些跟那台南的记忆哈。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像这种记忆，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一些友情啊，那种常常是无可取代的哈。那你在写这些，譬如说写雅璇哈，在台南写袁琼琼啊，林文月老师是我的老师哈，这些就说是台南这个地方让你去想到了曾经居住过台南的这些人呢，还是说刚好他们到台南去啊，或你从而就是写了这样子的一个？这恐怕是一种私心。我正好在台南，然后在台南他们来，然后我很幸运可以跟他们同席，然后甚至有可能有一段时间可以在这边进进出出啊，对，我觉得台南太好了，那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都曾经有过一个台南经历，那个对，至少他们有个南部经验，是那我也很高兴，是我那段时间正好在我可以带着他们看一个我眼中的台南。那有很多朋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他们就觉得说：“哎，我带去的台南似乎不太一样。”那是个舒缓的，有层次的，当然有快乐的，也有感慨的那个部分，甚至有的时候是动态的，有的时候是静态的。我们可以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看着那个，甚至就说一些古迹啊，在那边喝着茶，什么话也不用说，就坐着。那我觉得有能力做到这种静跟动
彼此这样相掺和的，我觉得那种有参差的台南就出现了。是，像朱树店女儿，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是伤逝之作哈，就是你告别过去的一些，不管是快乐的或者是悲伤的啊。亡者已矣啊，来者可追哈、你怎么看死亡这个事情，就是生老病死或者离别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其实还蛮两极的，对这个，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一个作家其实是无情的，他就像是一个镜头，一个摄影机放在那个地方，然后用一种长拍的镜头，然后来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 long take， 一种长镜头啊，来拍，然后这些时间、人物、事件，它全部都在这个镜头里头，然后，所以我只好用一种很无情的方式，用一种长镜头的方式啊，来观看，来观看这些。所以其实写完这本书有没有疗伤止痛的作用？永远都有，永远都有、我想书写永远都会有这样子的功能。然后刚刚说到长镜头嘛，它是一个不变的，但是我们还可以透过所谓的剪接的手法，所以像是蒙太奇，他就可以用那个短镜头啊，不同的段落，不同的情节，然后把一个主题烘托出来啊。那我就觉得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啊，那既用一个长镜头方式，然后又用了蒙太奇的手法来把我的台南重新组构出来。我非常喜欢苏维珍在这本书里面，他有张照片，戴着渔夫帽，穿着宽松的衬衫跟长裤，很自在的在校园里面走着。我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着，维珍仿佛走上了人生另外一个阶段。那我在想，当年那个内心燃烧啊，热烈在焚烧的那个女子好像不见了，可是经过今天我们这一番访谈哈，我觉得其实并没有消失。我非常期待苏维珍的下一部作品的产生。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苏维珍到我们的节目来，谢谢。一次次无情又多情的逼视和叩问，记忆之城片片瓦解消融。站在时光制高点，回首往日沉叠倒影，眺望未来的往往不可知。对准焦距之前，视野中的我和他者，原生城市或新老家，皆无例外的成为陌生知足之场所，形式和意义可行未定的生活容器。魅影彤彤的光之禅像废墟中，有一人的身影，踽踽独行。